到他们的国家去，也吸引到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新加坡去观光啊，刺激当地的产业。而其中一个项目呢，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，他们斥资1.5亿美元，大概是27英里左右，建造了世界多功能体育馆。最终呢，这个体育馆已容纳5000名观众的新加坡国家队的成绩。旅行4年前与粉丝约定一些话，邀你去旅行看看。又报与王菲分手，谢霆锋火爆否认说别打我的电话。周杰伦概念股大涨，母亲叶惠美大股东升级为亿万富翁。上江的。